摆烂的韩光君。再吵下去，把韩光君引下来就……小辈们在楼下议论我赢，我下楼买酒，给我赢押金。客官要点什么？酒。小辈们都在看你，是不是不雅正？敢吃我瓜试试？雅正看不见又摸不着，哪比得上我赢感觉好？温宁又来找我赢，我要让他一句话都说不成。我在楼下就喊温宁。温宁不走我不停，再不走我就硬闯入，谁也别想找我赢。他俩也是六年未见了，况且温宁还在地上砸了个坑。你这样是不是不讲究？讲究我才敲了门，不讲究我直接上壁尘。本想跟温宁发个小脾气，妈呀，这转身让我丢了魂。等一下，这里是我小叔叔的景店。站站，你雅正怎么办？英英跟景哥，雅正靠边站。有人站住！算了，不能欺负小孩。英技术活归你，体力活让我来。那我可就不装了。有人，野方尊，金宗主，开门，开门！看把我英憋坏了吧？站站，我肺部特别帅。蓝湛，你当着家主的面给魏婴带酒合适吗？我俩撒糖，我哥比自己恋爱都甜。哥后半辈子的乐趣就指着你俩了。王姬，过来。我才不去，跟你混只能打光棍。你就这么摆烂了吗？雅正不在争取下吗？受众弟子一拜，以后蓝家的雅正就全指着叔父了。你敢问我却不敢说，因为我硬脸皮薄。有人早啥都问，姑娘家家的稳重点好不好？要是真和我出了这个门，你的名声就都毁了。从第一天认识你，我的名声就毁了。有人还打不打？打了我还能赚个人，不打我的名声也没了。话多。打！蓝湛，你受伤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你觉得韩光君不厉害吗？有人，你可以说我不雅正，但不能说我不厉害。厉害，当然好厉害，他最厉害。我赢最实在。